我唱这首歌的时候也很年轻，哦，也是赤子之心的时候，赤子之心，那没有这么年轻，对不对？跑来这里干嘛？是啊，他今天要带来什么歌来表演？爱如潮水。啊，为什么今天特别挑这一首？我们四个都觉得很好听。哇，好厉害，赞赞赞！在左不右拍，马上就选这一组。哎，再加分这一句，对，加分很难抢哦，可能要听完再决定。对，先看看这个原曲啦，好不好？爱如潮水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。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，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不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1993年到现在，因为爸爸跟我说以前那个张信哲老师跟现在周杰伦差不多红。再加分，都是天王啊，天王！来，一起来欣赏他们的表演，《爱如潮水》。全任我给你安排。
受感受。哦，我真的太有感，有感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小朋友，因为我唱这首歌的时候也很年轻，哦，也是赤子之心的时候，没有这么年轻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听到唱歌就真的回到那样子。你看他一直抬头看你讲话。而且你的妆太白哦，要注意哦。我听他们唱歌，我想到哪一个团，你知道吗？我想到 Jackson 5。哦呀，哇 ，Michael Jackson 小时候，对，而且唱这种经典的歌曲，还能让原唱人经典的一个表演者出来称赞你们，我你这么夸我钱夸，你夸掏钱都，你夸掏钱都好啊。你们在后面要讲话，他也很认真，他要看你啊，他很有礼貌哎，看起来讲话的人很认真讲话，而且对不对要礼貌，他弹 keyboard 弹得好稳，对，很稳很稳，那贝斯手也都很棒。那鼓手哇，打起鼓来太稳，小大人，小大人，魅力表演非常完美。有没有什么话想对阿哲老师说的啊？阿哲老师的声音就是很暖男，很暖。再一个，他也太会讲话了，你也是暖男，教过教这么笨，对呀。啊，你们这个整个编曲都他们自己编哦，真的自己编的，对呀，自己编啊，自己弹啊，自己编的，自己编自己弹啊，然后自己唱，真的很厉害。然后后面还那个一点点 rocker 的 feel 又进来，后面还要转。啊，你有什么意见？对，而且他钢琴，你对他有什么意见？鞋子你不喜欢的？他没有讲，不要乱讲嘛，有意见吗？那个我们没有什么，就是。没有什么经验，所以我们在练的时候常常被爸比打枪。哎呀！对，还有啥好打枪？你才几岁也有什么经验？打什么枪？没有关系啊，就让你去试嘛。对呀，对呀。你看，所以那些 solo 都是你自己编出来的吗？嗯，好厉害哇！谢谢。哎，这么快就接受他，先接受吗？接受。谢谢。他礼拜六还留在音乐教室边 solo。哦。所以他们很重视今天的演出了。来，我们今天就这样打铁趁热送一条锦带，好不好？这四组人马都在这里。是的，来，老师，你觉得应该要给谁是青歌接班人？今天每一位的表演都非常的厉害，尤其是不管在改编也好，或者在唱也好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今天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就是情歌王子接班人。是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最有情歌王子的接班人的味道的是，就是他们四个啦。哦，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，颁给国家未来的主人翁。那你代表接受了哈。好了。没关系啊，一样。那我是真的，我是真的觉得他们，我真的觉得他们唱的也好，表演也好，而且太会撩了吧？对呀。太帅了，国民小情人。对啊，我看阿哲，然后我能否就是说不情之请，来都来了，干脆唱一下《爱如潮水》。我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那他帮他伴奏，有机会吗？哦，你自己是阿咪老师，长大以后不要变唱。对啊，因为他好，欣赏一下《爱如潮水》好不好？来，阿咪老师，来，会唱吗？一起来，会唱吗？对。是有锦带的。